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我们的《喝洛群侠传》终于落入大师的手上了。那因为大师是没有买那个实体包，所以等了一段时间在实体上面游玩。那这次的《喝洛群侠传》一开始的首发是从方块游戏，那大师不想用方块游戏，所以就等到15号，就是今天，那终于实体终于上线了。在进入《喝洛群侠传》这个世界之前，有些问题需要请你回答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靠北了，请无视现实，选择你内心深处最深切的期盼。问题一：为什么想进入武侠世界？我不想当屌丝，我想成为人上人。为什么弄大陆用语啊？屌丝？什么？这是武侠世界吗？武侠是一种浪漫。我不想当身狗。反正我到哪都是一个人，有差吗？选一。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？为国为民，我没这么的有这么的为国家牺牲奉献的精神。号令天下又有点太夸张了，放荡形骸，狂傲不羁，对吧？当你行走江湖，身无分文时，你想靠什么方式维生？吃草，挖矿，说不定会挖到比特币。我靠！借用，我超没存在感的，存在感很适用借用别人身上的东西。身无分文，什么是身无分文？这是只说自己很有钱吧？好，挖矿好了。比特币比较适合大师的职业。在武侠世界中，你最想用什么兵器？剑，我喜欢剑。不用选的，就是剑。在武侠世界中，你觉得何者才是武学治理？以弱胜强，以柔克刚吧。大小不公，防普窥真，变化无方，借力打力，后发制人。其实借力打力跟以弱胜强好像蛮像的哈。我当时搞了。最后，请替你自己在这个武侠世界取一个响当当的名字。小虾米吗？不要小，那我就打大师自己的名字吧。因为这个，想一下，好。搏击26，这是好还是不好啊？以柔克刚，邪正狂，好，就这样了，不想弄了，随便了。重彩数值，学校，重彩数值，哪个比较好啊？哦，好怀念哦，红色是最低的意思吗？因为我想要剑跟拳啊。因为刚选剑法一直跳出来。其实医术也很重要。我想一下哦。搏击不要太差，至少34好了。短兵，好，就这样。随便。盛唐，那是千百年前由华夏共主皇帝所建造的一座秘密宫殿，但无人知晓，这个被人们认为是保存皇帝秘宝的宫殿，其真正的目的竟是为了掩盖一处极不稳定的时空裂隙。黄河龙马出土，未知何土，落水神龟复苏，未知落书，未免奸邪染指裂隙，穿梭古今，祸乱时空。皇帝乃以此二部天书作为封印裂隙的钥匙，于裂隙外建立盛唐，使其随裂隙不断转移空间位置，令世人难以发觉盛唐所在。
河图洛书作为上古神物，传说其上记载了包罗万象的知识，不同的读者能从中领略不同的奥妙。智术、哲理、武学、韬略，这些无上知识却也在往后千百年间引得各方势力为之大动干戈，征战绵延。天书几度辗转易手，就此不知所踪。自古受皇帝之命守护盛唐的河洛一族，苦心寻找河图洛书下落，却始终搜寻未果。失去了两把守护的钥匙，时空裂隙的入口虽依旧被盛唐所封印，但却无法阻止外来者的到来。千百年来，神州大陆不时异象突生，兵祸连年，老百姓只道触怒神明，祸从天降。然而河洛一族心知灾祸起因乃是这些不请自来的天外来客所召生，乃竭力追捕，力防这些入侵者对当世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。时至今日，西北关外狼蛮一族常年进犯，明教叛军为祸西蜀，中原朝廷面临内外忧患。虽在数年内派兵平定西蜀乱世，但已是元气大伤，狼蛮一族趁虚而入，显是早晚之事。于此剑拔弩张之际，河洛一族夜观星象，忽见客星突现西蜀天际，知是天外来客显现之兆。又闻遗失多时的河图洛书于当地再现踪迹，四大散人乃赶赴蜀地，在搜寻河图洛书下落的同时，也要赶在天外来客逍遥法外之前将其捉拿。痛痛痛痛个啊！总算是回来了吗？虽然告别了我那些古代的朋友们，有些伤感，但是果然还是重回现代科技的怀抱，让我觉得亲切啊！咦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慢着慢着慢着，我不是该回到我家，回到计算机前吗？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？南仙和北丑。还有林厨子和那嚼槟榔姓孔的，难道是坑了我？这哪里是什么回家的路？哎呀，我这又是到了哪儿啊？算了，唉声叹气也没有用处，先搞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吧。看起来和我来的盛唐还挺像的，难道这里也是盛唐？不会还要我再找一次十四天书吧？这地方莫非是个地下宫殿？倒让我想起了故宫里的那些古文物，何不知我这又是穿梭到了什么时代？哈哈，不过倒也是新奇，看来不是每次都会穿梭到某个臭老头的家呀。话说回来，这里都可真是闷死人了，先去外面透透气吧。好。导播 AS 键角色移动主题，空白键跳跃长压竖折可以充值一段时间。一个对话。这个时候好像不能存档哦。显示鼠标。OK。那我觉得移动好像怪怪的。快速存档。
个角小地图。哎，好，就这样吧。这边有槟榔。它不能用滑鼠鼠标点，就是显示滑鼠 left control 左边的 control。 哦，有了，走路会不见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好烦哦。哦，没有语音了。这宫殿主人想必来好也不巧，这么大块玉石也能搞来。一头叼着大乌龟，一头这是怎么笼统的马？怪哉怪哉，身上刻了这许多圆点点，是什么意思？咦，这是根据我多年看电影玩游戏的经验，看来只要将什么东西放进去这两个凹槽这中间，这扇门就能打开吧？啊，不愧是天生聪明、悟性过人的我，实在太佩服自己了啊！我说这 VR 游戏到底什么时候能通关？都是周末完结的，这回怕不又不是硬塞一个扩展内容吧？哦 ，VR， 以前都有 VR， 以前金庸都有 VR， 很想回家。现在都是不能存档的，只能快速存档。又有槟榔，欸，不是有地图吗？我怎么没看到地图？怎么还有啊？哎，欸，这个东西，这宫殿倒是挺气派的，哪像那姓孔的家里的地下室，实在是寒酸的紧。小伙子你好啊。你到哪儿冒出来的？算了，不管这个。这位大叔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初来乍到，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不必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你只要随爷我来就行了。喂，大叔，你做什么？我只是想问问这是什么地方，你怎么突然动手啊？嘿，不想受伤就乖乖别动，待我将你擒了，又可给南贤西袍他们谈个好价钱。南贤，我去，我不会还在同一个世界吧？他的十大高手一起上都不是我对手，难道我还怕了这大叔？等一下，这边好像有一些支线，我看一下。有吗？好像有支线，可是啊，不管谁，直接上他。大叔，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，你在我手上怕是走不过一招。哦，小子吹得好大一口气，孔大爷我便让你一招，瞧瞧你有何本事。让我想想，该用哪招教训这大叔呢？怎么变上勾拳了？我不是会野球拳吗？哎，等等等等，这个会有什么东西吗？可是他没有特别讲呢。一段剧情后，不。没有那么特别讲哎，好吧，我自己选吧。我最喜欢是上勾拳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招半式都想不起来？小子，难道你的招式便是这发呆神功吗？你不过来，爷我可要上了。对了，就算忘了其他绝世武功，我也不会忘了你。就决定是你了，野球拳。小子，
你这是什么没用的功夫？用着锦刀石子的我能伤得了谁呀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叶秋拳。好了，乖乖束手就擒。你们这些天外来客进来这儿添乱，咱们河洛一族可不会再让你们到处乱跑了。河洛一族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轻点，轻点，也不是我自愿想来的呀。哼，不是自愿。你们来这儿的哪个不知道盛唐的存在，还敢糊弄爷们儿？哎，少了那河图洛书控制盛唐的出入口，你们这些人时不时便不请自来的出现，这苦差事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河图洛书？等等等，你们这个世界难道也在找什么天书？哦，你也知道天书啊？不错，若是这天书在咱们手上，你想来到这世界可就不会这么容易了。这天书说不定正是我回家的关键所在，看来得想办法找到这天书了。这个刚才大叔说你们在找这天书吧？哎，不如这样吧，大叔，我和你打个商量啊，你放了我，我呢替你们河洛一族去找这天书如何？哼，你这小子打的什么算盘，爷我会不知道吗？分明是想趁机开溜吧。何况凭你这身功夫想帮咱们找天书啊，哼，你根本是自身难保啊。这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们有缺人手吧？功夫可以练，我想相助你们寻找着天书之心也是千真万确。哼，若是真如你所言，你且安分些，爷也不是不能考虑考虑。找到了。确认目标，河洛一族东号古迹。没有从盛唐出现的家伙都捉了回去。喂，大叔，这些人是谁？南贤那家伙说的果然不错，想不到此地真有其他人盯着这盛唐。小子退后，别给爷添麻烦。来呀，爷盯上的货可不会就这么容易给你们抢了，让你们尝尝爷的霹雳雷火弹。战斗画面左上角角色为敌我双方的行动顺序，越靠近左方的角色越先行动。 OK， 新功修为决定。 OK， 好，这我知道。 OK， 好。快竭力的身份经历点皆可继续在战场上移动或出招。例如精通剑法的敌人所受到的剑法伤害也会降低，因此目标不上场。 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怎么用？开启背包，等待野球拳可反击，这是什么？好，到背后会比较好吗？为什么没打到他？哦，好强啊！我升级了，棒，太棒了！大叔，原来你真有霹雳雷火弹呢。什么？原来你识得我这霹雳雷火弹吗？这是当然，这东西可是神器啊，我以前有个老相识也用过，只是像你这般在洞窟里乱扔，这洞什么时候会塌下来可都没人知道。小子倒挺识货的，看来你来的那个时空也有我鼎鼎大名的孔氏霹雳堂存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黑衣人究竟是……真是寒酸，爷这霹雳烈火弹可真是浪费在你身上了。喂，小子，拿好了。咦，这令牌是？看来是这些家伙的信物，咱们拿给南贤看看，说不定他会知道些什么。
烦了。孔大叔，你愿意让我帮你了？刚才本来是你脱逃的机会，但小子你却留了下来，倒还真是奇货可居。爷我就勉强同意你帮咱们点忙吧。反正呢，爷本来便是要带着你和南贤会合，你别给爷添乱子就行了。现在啊，咱们找条路从这洞里出去。爷我和南贤那小子约好了在拱石村会合，他在西蜀已先调查了一段时日，要找天书，他肯定有更多情报。这位南贤又是谁？他呀，叫徐霞客，就是个游手好闲、就爱四处游山玩水的穷酸书生。可爷也是不得不承认，打听消息这方面，这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后头八成还会遇上追兵，这件皮衣你先穿上吧。哦，要送我吗？孔大叔，多谢你了。算你这小子还懂些礼数。爷这儿有几本秘籍，你挑一本快快学起来吧。哇，想不到女人这么好啊，谢了大叔。不错不错，有钱人就是有这好处啊。啊，那么我就选。有这么多，那我选什么？有推荐的吗？原来有隐藏的巫属性哦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哎。各位啊，原来有隐藏属性啊。好，不过这个我待会再看。可是现在要选什么呢？情科五绝是什么啊？霹雳英雄、水浒英雄掌，好了，我写五绝好了。就这个吧。既然选好了，记得将秘籍装备上啊。五绝可不是一蹴而就，经常拿来独立独立才能练成。你赶快做好准备，我们就走了。退回见。好。啊？这？还有。服装啊，感悟，好，这就随便按的，这也太多了吧，我都变黑衣人了。天外来客配方成就武学，可以存档的吗？真哦，哦，因为没有调到了。怎么还是觉得很大声？不好意思，刚才在看东西。那我怎么装备？装备。
短柄秘籍哦，感觉又烂烂的。有点想重弄哎、欸，那我们回朱雪丹好了。目前模组和落平小川。好、啊，嗯。